在那边要找路人来画出这个食物，然后让你们去买，买到了就吃完，答对了就过关，没对的话各有三个题目，然后看你会过程当中会找几个路人完成这三道题。三道题，他画完，然后他们去吃，错了，错了就再画，再找下一位画。应该是虾，因为虾才有这个纹路。而且你要注意这个须须，因为鱼是不可能画须须的。一样的须。而且这个三点是什么？眼睛、鼻子啊。他告诉你这是动物。虾米？虾。我觉得应该就是虾。哎，为什么它有虾跟那个米粉啊？就是这个面呢，我们自己可以选的。你要全米粉，或者通常就是会混的。哦，你看一下长得像不像啊？像，是不是像这个虾面？哦，我们可以拿给店家看。哎呦，它这个是什么？对不对？一片的。他们说不行。点点的。哎，哇，红龙龙，一条一条的。哦，是可以吃的哦。对，是不一样，对。简单的，你再画好一点，你再画好一点。我知道，赶紧放。我要去找这个东西了，谢谢本尼莎。真的假的？你为什么不让他画？我这太急了，我们太急了，佳健。佳健，我觉得是往这个形状的方式去找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实名旧街场。我们会进去里面看他那个。走，可以去看一份薄饼。来了，你们来了。哎，不对。对呀。他为什么一二三四五？薄饼是哪一个？薄饼。怎么办？突然间食物色彩，我们信心大减。好吃，好吃。公布答案呢？请接。一样的，一样的，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这个，这是一波咖啡咖喱泡，一样一样啊，要，那我们 sure， 我觉得是了啦，那我们要不要赌一把？你要选这个，你看它长得一样，我们去对面问问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决定了，好，我们决定了，先看我们的董秘迪，来来来，倒拐倒拐，开的上。有点像给凯莉，要比比看蟹饼，搭档一个螃蟹，还有圆圆的，那个名词会不会很像？哎，王队找太多人了吧？果然是在地地主队啊，黄队人也太多，换来一群黄人，我想说吓死了。至少目前是有一个选项，对，饼的。出饼。哎，他感觉很会耶。他是画画的。简单，榴莲冰，榴莲冰淇淋。你画的真好。吉隆坡棒，吉隆坡之光，榴莲冰淇淋在哪里找？那边啊，那边就有了，刚才卖冰的。他没得选，就是这个了。对啊 ，crispy。哎，他也有用盘子装啊。对啊 ，baby crab 一个。这个是他可以啃。好了，一人先吃一只喽。首先来喽。然后看是不是答案喽。哎呦，哎。哦，直接吃。哦，好吃。是很好吃啊。小只。但我很怕我们猜错，是真的就只有它最像螃蟹。不是啊，我们是只能这样猜啊。啊，他就画这样嘛。榴莲冰啊，冰淇淋。哎，佳健啊，有榴莲冰啊。哎耶！我们要一个，我们要一个，我们继续吃。但是先说好，我不吃啊。为什么？不敢吃哦。我榴莲过敏。你对榴莲过敏？过敏，对，会过敏，都会发，谢谢。高烧，会发高烧，来了 ，yes。哎，它这个榴莲的颜色是那种有点荧光黄。嗯，哎，这个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是串冰啊。对，是冰，这是不是一个猫山王尖堆？尖雪堆。尖堆雪，好，尖堆啊，它是上面有，比如说你刚刚讲的红豆啊，那个是杂雪，来一份杂雪，杂雪里面有什么料？红豆，有红豆，有尖堆，有包酥，这尖堆是什么？榴莲草，
仙草，对啊，有仙草啊。哪里？是仙草，应该是仙草这个。对啊。啊？Jerry， 果冻哦，果冻果冻，那就那个。对呀、啊，没错啊，杂雪啊，我们试吃这个杂雪，杂雪，杂雪，杂雪。好啊，一份 ，OK， 一份杂雪，一份杂雪，一份杂雪。谢谢。饱了吗？嗯，饱了，饱了。嗯，恭喜你们这一道答错了。嗯，画的很美。啊，真的、啊，画的很美吗？对啊，是啊，就是冰啊。嗯，对啊，是啊。嗯没有哦，对啊，哇，这个不错哎，他加了炼乳，他加了炼乳哦，关键在炼乳。他刚刚说有炼有加，哎、欸，谢谢你啊，不好意思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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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那个品项叫什么？姐姐，我们这一次要有加那个炼乳的尖堆雪，有奶的尖堆雪啊，尖堆雪啊，那个是岩浆啊，岩浆岩浆，好的，来来来，哦，刚刚怎么样？刚比较比对比对，来请第一把，第一个，是不是看得出来？哎，这。但是它更厉害，是因为它有画出有那个炼乳那种一层一层的感觉。对，这个叫做尖堆。刚刚我们这个叫什么？杂雪，杂雪，杂雪。试试看有什么不一样？试试看。不是，我刚刚怎么看都觉得，哎，是不是少了刚刚那什么玉米啊？没有那个，对，杂雪，或是更杂一点。对啊，就对啊，我们刚刚也是尖堆啊。我们刚刚有吃到尖堆是绿色的这个，差别在于它是主要这个是尖堆的话是以尖堆为基，跟椰奶为基。哦，底不一样。大雪的话是你刚刚看到有玉米，也吃到玉米。对。好，我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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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队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啦、啊，那么这胜负一分，恭喜获胜的是黄队。哎，他们简简单单三个，对啊，但却有那个 home 地主队的那个。